投了独生子罗喉罗啊！谁救他的命，就在救我的儿子啊！谁杀他，就在杀我的儿子啊！所以各位啊，吃肉就是在杀佛啊，吃肉就在杀自己的父母啊！各位回去，你现在你听到了、哦，好好想一想，有没有道理啊？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，不要为了满足我们三寸的舌头。 而伤害了无量无边的众生。当你看到一只牛被吊起来，被割喉咙，然后一直流很多血，还没有死以后，就给它扒皮，这样皮比较好扒，然后就慢慢给它割，头割下来，眼睛都还在动，为了人类的欲望吃。所以，那你想一想，这叫思维啊！你想一想以后，自己觉得自己好残忍啊！自己以前错了。 怎么可以杀爸爸吃妈妈呢？啊，这些众生无量无边的生命的轮回的过程，每一个众生都对我们有恩。请问我们这个寺庙叫什么寺啊？报恩寺啊。所以佛教里面要我们来知恩、念恩、报恩，这是学佛的基本。首先你要知道所有众生都对我们有恩，离开别人，离开世界。 离开山河大地，我们的生命不能存在。轮回的过程，所有的生命，包括一只蟑螂、蚂蚁，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。所以知恩以后要念恩啊！爸爸妈妈生我们、养我们，为我们付出那么多，想了都会掉眼泪啊！所以既然知道爸爸妈妈、众生对我们恩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报答父母恩呢、啊。所以来跟我念一个咒，报父母恩咒，经常念这个咒。 现世父母福寿百年，七世父母历代祖先得以超度。来，那么 mini do do 那么 mini do do 那么 mini do do 各位永远要想的，爸爸坐这边，妈妈坐这边，前世的爸爸妈妈，无量世的爸爸妈妈。 我们要把它放在我们的身上，承担众生苦，慈悲心包括一个承担的能力。所有众生的快乐痛苦是我的责任，慈悲心是一种责任，是一种能力，不是讲在嘴巴。所以要善思如母众，然后经常念的那么弥尼多波夷说哈，然后你们要一直想，哎呀、啊，爸爸妈妈好伟大，爸爸妈妈要健康。 往生的爸爸妈妈一定要离苦去极乐世界哦我！我我一直帮你们做功德，一直为你们忏悔啊！无量世的爸爸妈妈，愿他们都离苦，在背侧。那么，咪尼哆，哆呗，说哈，我们要不断的在内心这样的思维，所以我们出家人出家都是为了报父母恩而出家的，所以以孝顺做戒律。 然后进一步呢，孝顺所有的众生，所有的生命，愿他们离苦得乐。所以能够知众生如父母恩，而念的父母众生恩，而想要报恩。那为了要报恩，所以要升起大慈心来，愿诸有情聚乐及乐音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制造快乐给众生，把、啊、爸爸妈妈。 哎呀的微笑，爸爸妈妈的啊，这种快乐，那才是我们生命哎呀快乐的地方。所以你在外面赚百千万钱，还不如爸爸妈妈讲一句“好儿子啊，好女儿”的功德啊啊！所以各位，弥勒菩萨代表大慈啊啊！弥勒菩萨说：“我宁可挖我的眼睛，吃我的骨髓，我也不要去吃任何一个父母众生的肉。” 愿我将来成佛以后，我的国土里面没有一只动物被杀，没有人生病，没有人吃肉。所以，哎呀，很多大的法院参加龙华山会啊。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，人类的生命都八万四千岁啊，啊，没有人生病啊，没有动物被杀，因为他发这个愿，生生世世以这个大慈心在修行。所以，大慈，我们一定要给爸爸妈妈快乐。 所以各位，无论怎么样，爸爸妈妈往生了，你经常帮他做功德，经常帮他点灯，啊、呃，回向，直到爸爸成佛啊！啊，那有了大慈心以后，还要升起大悲心，念一下：愿诸众生离苦及苦因，啊，希望所有的妈妈都不要有痛苦，也不要制造痛苦的因了、啊。所以，我们。 知众生恩，要念恩报恩。那念恩报恩以后，那我们叫产生大慈大悲心，而且要把这个大慈大悲心成为你生命的永恒的责任一个愿力。这个叫什么？来增上意乐，就是一个决定。我决定把自己奉献给父母。像那时候我要出家，那出家姻缘不好啊。 哎呀，没地方要剃我头啊！哎呀，我我过去的同修又百般阻止啊啊！后来我就想，如果我这辈子没办法出家，我跟我过去的太太说，我保证不会回家了。我就把我这辈子啊，好好的来孝顺我爸爸妈妈，到老到往生，啊，不出家我就孝顺，啊，能出家我就奉献。所以各位呢？ 我们要升起，既然讲慈悲心，要把慈悲心成为一个永恒的责任，这个叫真上意乐。如果能够如此，那你就会升起什么来？无上菩提心啊，你就会变成有菩提心了。所以菩提心是从孝顺、知恩、念恩、报恩、起慈心、起悲心、起真上意乐的决定而变成了一个菩提心。 所以，刚我们讲了，宁舍生命不离菩提心。那我们修学大乘佛教最重要的是这个菩提心。所有众生都是父母，我一定要让众生快乐离苦。为了他们，我一定要成佛，我才能够带着这些父母众生也离苦得乐，乃至成佛。只要世界有一个众生在轮回，我就会来轮回，倒驾慈航，啊，直到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众生在受苦。 我愿来尽，所以要发起这个悲愿。那发起这个悲愿以后，如何让你的菩提心能够坚定呢？有五种力量，来，各位跟我背一下：来，发愿力、串习力、善因力、对治力、祈愿力。愿力那你既然发起菩提心了，那各位要天天发愿。 啊，上个厕所也要发愿，当愿众生弃贪嗔痴，捐除罪法。嗡、嗯，很如所谓说哈，嗯、呃，上厕所也要发愿，穿衣服也要发愿，吃饭也要发愿。哎、呃，吃个饭，哎呀，第一口愿断一切恶，第二口愿修一切善，第三口适度一切众生。我希望各位能够把《华严经》的进行品啊，把它背下来。走路、吃饭、开车，啊、呃，大小便都要发愿，因为。 菩提心是我们的生命，所以要有这个发愿的力量。第二个，串习力，什么叫串习？不断的、不断的练习，练习菩提心。啊、呃，点灯，各位要发菩提心；供水要发菩提心。像各位今天供了这么庄严的水，跟我念一下来：水有八德，供养十方，消除恶业，六道清凉，恶鬼升天。 鱼类离苦，嗡阿吽，哎，这个就是串习力。多点灯，多点香，多拜佛，多念佛。念佛就不离菩提心。念佛，当愿众生脱离轮回，往生净土，将来成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有时候很多菩萨很会念佛。哦，师父，我一天念一万遍呢，但是我发现他脾气很不好。啊。 那你这个念佛好像变了阿拉伯世界了你，你你还不如念我不生气，阿弥陀佛，我不生气，阿弥陀佛。你干脆念这个快一点，哎，如果你还在吃肉，那你干脆念我不吃肉，阿弥陀佛，念几遍就 OK 了，啊、哎，所以念佛要加入一个动机，我为什么要念佛啊？念佛就是因为我要脱离轮回业报啊，世间苦啊，我一定要往生净土啊。 为什么要往生净土，我才能够普度众生呢、啊？所以你要把这个意志加入佛号里面，所以这个叫串习力。透过日常生活呼吸，呼吸也是修行啊！把众生的恶业吸进来，把我的快乐给对方啊！把呼吸也变成慈悲心。各位要养成习惯，这个叫串习啊，就不断的练习，让你的各位来念一下。 慈悲是一种习惯，不要习惯生气啊，不要习惯打瞌睡啊，啊，要习惯慈悲。所以佛教叫长养慈悲，你要故意去慈悲，故意去慈悲。当你坐在火车上，坐在飞机上，你也不要打瞌睡哦，整部飞机人都有缘呐、啊。 我要为他们念佛，为他们念药师咒消灾，为他们念往生咒超度他们的祖先。你要对整部飞机的人都养成这个习惯，就像我坐在这边，各位面对我，哎呀，这些都我是我的父母啊，过去我的兄弟啊，我要哎呀，愿他们的痛苦都在我身上，愿我所做的所有功德，哎呀，大家都得到。我一定要这样关修，如果没有这样关修， 我讲的话，各位听不进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爱你。佛法不是谁口才好啊，啊、呃，不是口才的问题，动机你有悲心，对方就有感动，啊、呃，鬼神就会超度。老实讲，骗得了人，还骗不了鬼嘞，啊、呃，所以我很喜欢超度鬼道，因为我知道鬼有他心通啊，鬼王更厉害啊。 啊、呃，所以面对他们，我更认真了。认真就可以感动他们了，不用用心机啊、呃，因为他们的心呢不相信别人，怀疑、苦。但是你用大悲心，他就会感动。一感动以后啊，他就超度了。这个叫自信观音现前，得生净土。所以各位，感动的力量很重要。那为了如此，那我们要保持一个悲心。那保持悲心最好的方法。 当然，思维众生都是父母，所以各位啊，这个叫串习力。第三个力量念一下善因力。什么叫善因？多点灯，多点香，多供养三宝，印佛经，积善因，帮助贫穷。我们甘肃省边疆可能还有一些失学儿童啊，一些孤儿啊，啊，天气冷了，搞不好他们衣服不够啊，大家。 多做好事，叫善因力，所以我经常教各位：甘露施食几颗米就可以善因力，一杯水啊都可以上供下施，多这些善的力量，善的因之良，对不对？善因力。第四个，哎，对治力。那发菩提心最大的敌人是什么？就是我执啊！所以各位，你要对治烦恼。 对峙我执，我执所生出来就是贪嗔痴这些烦恼。那各位呢，一定要思维空性，乃至站在解脱道。贪心强的人要修不净观。啊，今天你觉得这个男人很帅，女人很性感，那你要看看哎呦，里面都是骨头啊，哎呀，都是肉啊，大便啊，这样，眼睛有眼屎，全身流出来都是大小便啊，这叫不净观。那你的欲望就会减低。 啊，你所喜欢的东西都是变化无常的，爱情也好，名望也好，啊，有生必有死，在一起的必定会分开，对不对？啊，再多的财产，那你也带不走；再高的地位，有下台的一天。佛陀讲了，是非是非常记，这个世间啊，没有永恒的，所以你要观修不净，来对治你的贪心、那、啊、嗔慧心、爱发脾气的，你要修慈悲观。 哎呀，众生都是父母，众生对我这么好，所以各位你要观修。譬如说，这个人你很讨厌他，他经常骂你，那你你在走路或打坐的时候，哦，我拿面包给他吃，我对他很好，你要这样修哦，啊，你用观想了对他很好，慢慢你对他的嗔恨心就没有了。要修慈悲观，来这思维的众生苦，这个人生气骂你，啊。 哎呀，他心中有个嗔恚心，好可怜啊！我也要帮助他，不要有嗔恚心，所以我帮他念观音菩萨。有一个观念很重要：你的儿子脾气很不好，你一直教他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没有用，因为你的力量不够。你要请观音菩萨，请观音菩萨加持。这个时候你念大悲咒，观音菩萨去加持他的心，观音菩萨去跟他说法，观音菩萨改变他的啊意识基因。 你多跟他念几遍观音菩萨的力量，慢慢他心态就改变了。各位要懂得这个力量，不是我去跟他说啊。我们大乘佛教是，这个人往生了，是你去帮他念佛超度，还是阿弥陀佛帮助他超度啊？是我们祈请阿弥陀佛来加持他，对不对啊？愿他业障消除，愿他往生净土。这是替他念佛，并不是我去帮他念佛。 啊！但是透过我的祈请，阿弥陀佛来加持了，所以对方业障得以消除了。所以各位要多用这个方法。佛菩萨，呃经常没事干就请了我们教啊，因为他想要去大慈大悲啊。所以佛菩萨说：“你念我的名号跟咒语，哎呀，我供养你。”就像一个老板制造了最好的产品，就希望业务员把它推广出去啊，卖出去啊。所以佛已成佛。 啊，以佛的果德、名号、身相、经典、咒语，呃，度众生，你把它念出来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对自力，要对自我执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思维空性，乃至一心念佛，要对自力。第五个，来祈愿力，啊，你我们每次所做的功德完了以后，就要回向发愿，众生离苦，同享功德。 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个菩提心五力，你最好回去把它写下来，好不好啊？写下来以后，你想，哎，有道理，那你就按照这样去做，这叫文思修。所以来再背一次发愿力，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成佛啊！再来串习力，那你要事事不离菩提心。再来善因力，哎，要多做功德，多结善缘。 啊，点香、点灯、施食，哎、呃，这样累积善因。再来对自力，啊，那我们要消除我执烦恼，要思维空性。所以各位呢，多念心经，多思维心经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啊，是诸法空相。你要了解一切，哎、呃，重新给它组合，要养成这个观修的习惯。一个人愚痴我执，那各位要多修因缘法。 思维，凡事的生生灭灭，包括我们的身体，十二因缘法，你要不断的去思维，啊，离开这些因缘，哪有一个单独的我或这个事情呢？所以要多这样的去观修对治我执，再来祈愿力，啊，所做功德啊，当愿众生离苦啊，所做功德，当愿众生往生净土，将来成佛，我们要不断不断这样去做。 所以我刚刚讲了《大乘四法经》前面的三条，我们在背一来，临舍生命，不起嗔慧心；临舍生命，不离菩提心；临舍生命，不离善知事。啊，所以师父啊，哎呀，是我们的法身父母啊，要时时刻刻意念的事。 师父，啊，所以不离三之事，第四个，临舍生命，不离极静处。什么叫极静处啊？内心保持正念，啊，这个世间万法都是虚妄的，啊，就像海上的波浪变来变去。我们的本体是清净的，所以极静处就像你住在山里面也是个极静处啊。各位来报恩寺住几天也是极静处啊，离开世间的纷纷扰扰。 但是真正的闭关是在你的心里面，你的心里面保持空性，保持无所求啊，一切都能够接受，对，随缘，保持这个，不要让自己觉得很烦，不要让自己觉得很失落，所以保持寂静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有时候人家问佛陀啊，请问你住哪里？佛陀说：我慈悲是我的家，慈悲喜舍四范住。 我住在慈悲心金刚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应无所住，这个就是极境处，凡事都不要执着，啊，一切都是虚幻的、假的，不执着，却保持悲心，要保持这种极境处的阶段。所以我希望各位经常学我，我喜欢背这些，背这些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我经常很多老和尚啊，我去接近，快往生了。 他不跟你讲世间法，他背中观给我听，他背阿弥陀经给我听，他讲的是空性。最后一口气，他还在讲这个。我的剃度和尚真华长老九十二岁往生，一心念佛，但是心中思维的大般若经》，他时时刻刻到往生前两个月，他还跟我说：“我越看《大般若经》越惭愧啊，啊，越惭愧啊，所以更愿我能够赶快。” 啊，趁愿再来啊，啊！所以老和尚、啊、肉体是假的，但是他一心思维佛法，对他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来，各位把课诵本拿起来。那今天我们要来做上供下施。那为什么要做上供下施呢？按照经典，那这出处我们念一遍，八十七页。 请翻到八十七页。我们站在佛教放焰口、蒙山施食，那为一切恶鬼道供养三宝。今天我们要等一下要做食供养，供养三宝，要下施这些啊好吃的食物，观想乃至持咒，乃至按照烟供加持来。 布施给他们，他的经典根据大部分就不离开这部经典。当然，还有一部叫《施恶鬼道甘露经》，写了更多不一样的食物，来透过火神、诸佛菩萨的加持，产生了烟供，能够呃让恶鬼道离开饥渴、消除病苦等等。那各位，如果你愿意研究，现在呃电脑很方便，按下去啊、呃，如何施食饿鬼道，各种经典的出处。 非常方便啊、呃！来，我们要念一下《佛说就面燃恶鬼陀罗尼神咒经》那。那我们放焰口都有个面燃大事。啊，就叫为什么叫面燃啊脸在被火烧啊！焰口鬼只要一饥渴，嘴巴一张开就会吐火，然后就烧他的脸，叫面燃鬼，好可怜，非常可怜啊、呃！所以希望大家。 多供养水，要把这个水下湿啊，让那些面染鬼啊、咽口鬼啊离开啊，痛苦。那我们大家念一遍，那等一下我简单的解释里面的重点，然后各位在念诵的时候啊，最好慢慢念啊，要子官双运定慧等词，念的时候专心叫定，念的时候加入思维，了解里面的意思。 那这样对你帮助很大啊，所以来我们一起念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意。昨天教各位来嗡阿吽。 哎、啊，身清净，口清净，意清净。你啊，你也你也可以念净身业净，口业净，意业。如果你背不起来就，就、嗯、嗡啊哄，啊，而且所做功德，哎呀，普通供养按夜郎，上部啊，瓦子来吼，土地龙神、啊、同享功德，安土地真言。所以你有个悲心，哎、啊，你愿意。